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 DIY 创意与灵感。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我们的圣诞节快要到了的一个小的礼物包装。那么这个礼物包装呢，会非常非常的简单，只需要用到一张非常漂亮的一张这个餐巾纸，或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桌布纸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然后把我们的糖果呢释放到中央。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餐巾纸呢，就像这样，四个角都先对折在一起。然后在它的上方，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小的结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那我们可以用彩色的这个结带呢，是把它这边扎一个蝴蝶结。那我们这个小礼物的话呢，是非常的适合于我们包礼物的新手，非常的简单。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更新。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收看到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 DIY 的小节目，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